你能不能给你一枪，等吧。我劝你老实一点啊，那边。你在干什么？他们不在。给你的心脏来一枪。画画，嗯，帮我拿眼影行不行？我发现这玩意儿真的很吃妆。眼影都这样了，化了妆了。嗯，但是真的很吃妆。那你们先看看吧。这个奶好喝呀，我喜欢喝。姐姐播一下，因为它是乳酸菌。别睡着啊，别睡，睁眼，就靠你了。给姐姐赚点，给姐姐给姐姐赚点东西回来啊，赚你的零食，知道不？别睡，眼睛睁开。眼影什么眼影？随便。是，我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不会用吧？高级眼影没用过吗？不稀罕，不稀罕你的什么眼影？谢谢大梨子，这是哎，这是睡波。那这样吧，暖宝，加油，暖宝，你也来了，小穗，你想参与？你是在？也想参与，看姐姐。哎呦，你要做什么动作呀？你要勾手机。嗯，我是你为什么觉得我的？别睡啊，我就拨着你。这里很明显。加油，就成功。嗯。我知道了。别睡，别睡。我昨天晚上，我知道我为什么睡不着觉了。昨天晚上，黄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小红书上刷，我刷到好几个博主，就是在两年前他们一无所有，然后在现在他们买了300平米的大平层，然后他们一直说我是怎样，赚钱，然后做巴拉巴拉。我看到这些，我真的睡不着觉，你知道吗？太焦虑了。你先别说话，等会儿3秒钟啊，5秒钟。太焦虑了。我的5秒钟，给我5秒钟。我就想。5秒钟你快点，你快点！你把我暖宝吵醒了。我。5秒钟到了。他怎么困成这样了，宝贝？我就想说，我比人家差哪儿了？为什么别人、啊？为什么别人好几套房子在身上，而我却什么都一无所有？我到现在还是一无所有。为什么我们干这个工作，照理来说，在大家大众的眼里，他都会觉得我们可赚钱了，但我们怎么会一无所有？看什么？看起来，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快点，你们要吃过来吃啊！我实在是太焦虑了，特别我一看到那些人，他们真的两年前就真的一无所有，他们拍视频甚至还没我像素高，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嗯、但是他们现在却拥有300平米的大平层，3套房子，好有车有房，啥玩意儿都有。你看是不是得放在这儿？那放在这儿吧。谢谢渣渣，渣渣。不是，他们就纯做网红赚的钱。啊，你得放这儿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游戏要这样子玩儿，不然怎么玩？这么一小点地儿，你行吗？你就觉得你能了？这样子啊？对呀、啊。那行吧，来吧。要横着吧，这样。我们毕业也当网红，行吧？那我先定下自己的目标了，我毕业去当网红。到时候要跟公司协议。要离远一点。喂，谢谢林大大送的皇冠。我要300平米大平层。你别，我不要横屏。不是横屏啊，这不是横屏，这只是把它竖屏这样子了而已。你的美颜不适合我。这样子他们没有办法看那个弹幕了。那你就一个大脸怼着。嗯。
那你怎么玩？玩什么？先说玩什么？这要看后面。你行不行啊你？你先说一个，你先说一个，你先说一个呀！浪费我的时间。你先说一个游戏，我来判断它到底是怎么架镜头比较合适。谢谢科恩送的皇冠。现在呢，就是要这样。你跪在这儿，我跪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先来看谁先赢了，决定后面玩什么。我给你几个选项。别臭美了，别臭美了。你谁先赢了干什么？选后面玩什么。哦，你说要脆丁壳，通过这个游戏。这是哦我知道这是。你不行我就在笑。小月里这个人等你100年了，你在这里。我把他这样子啊，这样子啊，这样你们能行吗？这样子你歪了，你把它往后点，就是不是那么好看，但是还行吧，凑合吧，凑合着吧，只能这样了，兄弟们。来吧，哎，远一点。不是，那你是不是应该底下垫个东西，枕头或者啥的？为什么？我知道，我大概知道你想玩什么。啊，把我小虎凳拿来。那必须得有两个一样的东西吧？没有热好，对吧？没热透啊。来吧，你要找一个什么东西吗？没有吗？我们这一起来，啥也看不见了哈。是啊。哦，那难道贡献是我的椅子了？那要咋样嘛？你俩要干啥？给你们放在桌子上就好啦。好笨蛋。这样子啊？这样子啊？那我这个镜头就架不好。看不到你们说什么了。对啊，你已经看不到了。现在没关系，离得远了自然会看得到，只有离得近了才能看得到。安保，哎呦，我气死我了！来吧，坐一下，把它放下。现在我们来开始，先脆丁壳，看谁先把谁推倒。再决定后面玩什么。要玩这么大吗？你是有真渴望的是吧？别逼我揍你。来吧，先近点近点，要不然脆丁壳吗？不是，先离近点，先量好一下。 OK， 脆丁壳啊。这怎么会倒呢？你都没有东西怎么会倒呢？那你会倒啊。行，来脆丁壳，我赢了，我先。你先来吧。我跟你说，这样真倒不了。真的吗？真的，因为你没有那种任何可以让它不稳的东西。是吗？对啊，你就不停。我刚刚就在跟你说这个问题啊。我刚就说，那我来看一眼啊，或者啥的，还必须要有抱枕。你说让我们身体，你说这怎么倒得了呢？啊，这不是倒不了，我是那种容易被推倒的人呢。垫个抱枕，这样看不到我，他们看不到我，我应该把它放在那边。你应该对着这边。对，应该对着这边。你们要倒了，你们最是好，你们最是容易倒的人。但是我们啊，这样吧，贡献出我的小玩偶吧。这不行，这真不行，你得垫很好几个抱枕在上面，或者是被子。要不然把你被子叠了放着。那我们俩肯定必须得分开。我觉得你这个挺不错的。不行，这个太薄了，没有用处。不管，就我的小娃娃吧。
行啊，这是。你行你来，你觉得我不行你来。不是，你觉得这样会倒？就是你必须。这有什么区别？这跟刚才根本没有区别、啊。你的脚不可以碰到地，你的脚后跟不许碰到地。脚后跟不许碰到地。对呀、啊，我脚后跟本来也没碰到地、啊。说错了，脚尖。脚尖不能碰到地。对呀、啊。那根本不可能。哎，那你要不行了，那怪谁呢？到、哦、我了是吗？嗯。嗯哎呀！你自己干不了，你输了。什么是你先倒的？你输了。你先倒的。你刚刚肯定碰到地了。你什么都不行。你看，就根本拍不到，没有办法作证到底是谁怎么样了。你倒了呀？不对啊，你脚尖碰到地了先。刚刚说是书是谁倒，而不是谁脚尖碰到地。不是你刚刚自己说的是不能碰到地。我是说我们这个玩之前脚尖不能碰到地。啥意思？玩起来就不用管了是吗？玩起来就不用管了是吗？嗯，行。来吧。没放哪呢，没放哪。你算输了吗？当然不上，我也没倒。啊，那这根本不可能倒的。不可能，来。现在脚尖不许碰地啊！嗯，我先看着啊。嗯。来决定我们下一个玩什么。嗯、哦、好，那这个已经决定好了，下一个玩什么？现在给你几个选项，嗯，我可以说出来，自己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好，给你设一个这种。这干嘛呢？就是做到这样子，这个挑战。后面就不用了啊，后面不必，这个也后面也不必啊，后面都不必，后面都不必，这没有办法做起来。为什么？对这个吧。OK。哦，不是，从这里面都可以选吗？你的意思是？对啊，都可以选。要两个人都蒙眼是吗？嗯、还是一个人蒙眼？两个人吧，都蒙眼吧。那我只有一个眼罩，没关系。我的 melody， 哎呦，我这个 melody 离我们远一点，照完就可以看到。melody。哎呦，不行，我要给掰上。你们是不是看不到我了？好，这个东西会自动下降。果然，我们这个，我在这边站着。啊？我说我要在这边站。这什么东西？好，是颗糖糖。我看能不能把我的眼睛蒙上。能不能离远点？打扰到我们暖哥吃饭了。那要离多远才行啊？就这么远吧。啊，讲一下游戏规则。这个游戏是我们两人都蒙着眼，然后呢，向对方靠近，然后要背着手，不能摸对方的身体。然后我们要看能亲到对方的哪个位置。
九十弦，没事。这么这样，但是为了增加它的难度，我们要转圈，先低着头转两圈，怎么样？两圈啊？对，因为低着头。好吧，来开始。一，五圈吧。哎呀妈呀 ！OK。哎呀，好晕。手要背对着啊！好了。你是不是觊觎我很久了？你还撞我！我有点晕，我听到了你的胳膊肘，我亲不到。你听到我肩膀头子，我亲不到。你亲不到我？对啊，因为我太高了，我呸！乐趣，这个太……哎，怎么在这儿？哇！我觉得现在应这个晚上我们应该播这个，你知道吧？应该播这个。播哪个？播这个。大烤鸡呀、啊！怎么这么久还不热啊？你这个应……哎，为啥呀？这不挺热的吗？哦，热，我这是打这么久成热了。玩啥？现在是成热。嗯，热，是那种就是温温热的那种，屁热屁热，蛮热的，你尝的。嗯，那、啊、你不想吃？看你。好，我们先进行下一个游戏，同志。哎呦！哎，太大了，小碎，你太大了。凉了。啊？凉了。那是肯定要，要不然就是只能弄开热了。这样吧，萌都萌了。这样子，我们要通过另外一个游戏决定谁赢谁输，再玩下一个呢，还是直接玩下一个呢？我听到你了，是不是我赢了？那我又可以选下一个游戏了。对啊，你没听到我。这亲到谁还算赢？嗯，好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玩。玩这个吧，哪个？七号。但是在这个游戏，我们就是结合一下你之前说的那个，怎么样？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有来有往的。我昨天提议了一个游戏，我说给我们一分，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去穿衣服，然后。我们就开始玩窃听壳，输的人脱一件，输的人脱一件，输的人脱一件，脱到不能脱。然后呢，他这个游戏说的是，两个人打牌，输的人脱一件，赢的人穿一件。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那什么的呀？啥？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脱的呀？咱们就是说，我说结合一下你那个一分钟，咱们看谁穿的多。然后如果这个游戏我们打牌谁输的话，谁取消一张，这样可以吧？开始吧。等会儿，等 停，我要计时。哦，那计时吧。停，你不移动，你给我站着，不移动。好。OK。
小翠别动，别动啊，小翠。哎，一分钟那么长吗？一分钟这不挺长的吗？啊，可以了，哥。我的衣服，哎，玫瑰给你穿谁的衣服？你怎么穿？快来打个招呼！快来！太难受了，我太难受了。羽毛巾，我这是围巾，真的不。我这也是围巾。我这样吧，围巾，我每个人抽一张牌，按顺序翻开它，谁的大谁就脱，谁的大谁就穿一件，谁的小谁就脱一件，怎么样？怎么还能穿？那就不穿了，那就脱，行吗？行。哎呀，我的围巾，不要围，围好重新围。滚！好，来吧。给你一人几张牌，一人十张牌，可以啊，十张太多，我们更没十件，你差不多，差不多吧，就这样子了吗？嗯，这样不太好吧？我五张，你五张，这样对吧？不是，一人十张。我意思就是说，这五张你的，这五张我的。那我肯定比五个多呀，我身上东西好多呢。不是不是，我说这五张，然后这个再分五张给我。哦，行。这不一样的吗？没区别，根本就当然有区别。按顺序放啊，先说好，自己洗。先说好，尖是比K 大吗？三是最小的，三是最小的。好，是可以看自己的牌，还是不能看？嗯，翻开，直接翻开，不，现在不能看。嗯，我感觉我自己想，行。我刚才觉得很好笑。等会儿啊。嗯，妈呀，他怎么站不住呀？在干嘛？暖宝。他怎么站不住呀？哎呀，给我整烦了，他站不住。你放我那旁边。那放这儿行吗？放这儿可以吗？可以。好。来，直接翻开啊，直接给镜头看。好，三二一，十六啊！那我们先把我围巾去掉，无伤大雅。看一下啊，他是六，我是十，他是六，我是十啊。哎，来吧，三二一 ，Q 十。嘿嘿嘿嘿，无伤大雅。我也把我围巾摘掉。这个太久了啊！这是刚刚的也有的。对啊。来，三二一 ，Q。哈哈。别碰，让我走。好。你试试。来，三。二一 ，A， 你给我下套了吧你，三二一 ，A， 二，对，我们在直播，不不不，哎你们。刚开始播，刚开始播，没事，一会儿等我们玩儿叫你。三二一，六 ，go， 有危险哦。三二一，怎么还是六 ？go， 你牌洗的不好。
三二一，怎么还是六？就是你这洗牌洗的太差了。你赢的时候你咋不说差？因为你看三个没赢，三个六，三个攻。没事，这只剩两张牌了，无伤大雅。不是啊，可以再加牌的呀。啊？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脱呢。来吧，三、二、一、七、六。三、二、一。Joker， 鬼！哎，我还有个裤子，裤子就不当裤子，裤子就不当大面脱了啊！大获全胜，同志们，大获全胜，整一个大胜利！我给你数数，我还有多少件啊？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又回来了，跟刚一模一样，哈哈。四个。五个，还这么多呢？小猫肯定以为在干嘛呢，在那玩很开心。好，继续观摩。不要狼哥里个狼，为什么你的这么白？就是的，这样子的，因为我白。我说你的手机比我来吧，来吧，白色。玩什么呢？现在是不是还给我选呀？啊，还给你选啊、哦？好吧。大富豪挑战，相互给对方转账，看谁转的多，转的少的有惩罚。什么惩罚呢？转的少的惩罚转给前面那个数字。就比如说，我给你转了88，你给我转了66，那就惩罚你再给我转88，怎么样？嗯。怎么样，同志们？怎么样？我可是我没有钱啊，同志们，我没有钱赢过这个游戏，怎么办呢？现在需要大家给我送皇冠，送个什么为爱发电之类的，不然我就没有办法赢得这个游戏。哎、那也不行呀，你现在都没有手机给我转，有我有 pad 的，我有积德，我有。哎呀，不许打！哎呦哎呦，小狼，给我抓一个现行，我要去看看。来吧，直接输了吧，他们让我，我派了呢。哎，但是转过去的那些钱怎么办啊？就是看谁自觉了。啥意思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看你转的多还少。如果赢了的话，你就不用受这个惩罚。他输的那个人呢？输的那个人就是该。来吧，该。来吧。哎，我拍了呢。嗯，切不拉。哦，在这儿找到了。来吧。没有电了。好、哦，那我充一会儿电，然后我们等会儿再玩。好吧。现在先选一个别的。先选一个别的是吧？但是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知道谁赢谁输哎。什么东西啊？就是这局不知道谁赢谁输，那我们玩那个吧。那我们玩这个吧。我先选一个别的，我的意思是。那我们两个一起玩这个游戏。那个？跪着一起起来。并着背着好吧？背着，你说手臂背着。对，好。行，来吧。那这样他要他们拍到地上。先打喷嚏。
来吧。不是呀、啊，你得对着我。我跟你背对着。背着背着，你忘了刚才说背着。哦，你说这个呀？对啊。好吧，十个数吧。哎，先打喷嚏。来吧，五、四、三、一，开始。哎呀！我杀你！我起起来，我起不来呀、啊，我大腿没有力气。我先起，这样我先起，因为你大腿比较那个有力，好吗？我们俩就不能一起起吗？我先，你帮我那个，那你先吧。你只要能站起来，我们就能站起来。我还没先呢，我还没先，还没起来。好吧，来吧。不行了。我们三个声一起起来，好吧？三、二、一。你这样，你往后靠着我起。我靠着，我没有力气。三、二。哎呀！等一下，我腿真的没有力气起来。我看你的腿是怎么着的？就这样子。这样，那你定起来，你这样子，三、二、一。哎呀，我折了，我折了。你不行呀、啊！好痛！我这两天被伤害太多次了。你行不行？不行，这不行。那我们玩个简单的。你们回去试试吧，这真不行啊！我觉得可以，再来一次嘛。真不行，不来了，来一个简单的，来一个简单的。简单的怎么来？这样子，然后跳起来。哦。我已经感觉到了，我跳不起来。三二一，嘿！你怎么不跳起来？必须两个人一起跳起来才行。哦。三二一。啊就是你不行，就是我不行，我你们行吗？你们能行吗？我不行，谁行？试问有谁行？那这样吧，那玩这个吧，然后拉起来的总可以吧？脚啊，脚怼着还是怎么着？脚怼着，怼啊！这不是碰到就好了，你怼着你怎么起来？你怼着怎么起来？三二一，我起来了，我还没有用力呢。来，三二一，啊！可以来一下，我的胳膊要没了，我怎么感觉拽不，就是拽的很虚无缥缈的东西呢？这样子行吗？啊，三二一，啊！可以。你的充好了吗？这么快？对。哎呀，我在后边也可以好了。其实我把手机拿过来，我们各自转账好吗？你先输好数字。我有多少就转给你多少，这是我的全部哦。嗯，我看看，我把我全部都转给你了。这么少，估计不会赢的。咳咳，怎么办，兄弟们？兄弟们，急用钱，快转，兄弟们，急用钱。好，转完了，自己打开啊，先转给我。这么快？嗯，这是我的。兄弟们，急用钱。我把全部都转给他了。下次一定滚，不行，下次一定不行，这次好了没？等一下，我把我全部转给他，我已经不是富婆了，不要找我要饭饭了，去找别人要饭饭吧。等一下，我下个支付宝啊。怎么还要下支付宝啊？因为我没有钱。行吧，我知道了，来。
点一不能点红屏，因为它点红屏它就没有效果了，就它没有这种美颜效果了，我们的脸就看起来很黑。我看他是不是逼我抠，我可没有逼你抠，我把所有钱都给你了。你是不是输了？你真的抠，你是真的抠我花花。我发誓，我真的啊，他是真的抠我。兄弟们快看、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我真的没有钱了，这个钱我真的没有钱了。1.19块。我转给你1000块钱，你转给我1.19块。我所有的钱了，我所有钱就是1.19块，这是我的错吗？那你转给我1000吗？好。哦，我还想你们俩在干嘛？这也没有很开心嘛，只是净赚1.19块而已。我真的没有骗，这是我的零钱明细的账单啊。咱4月份就这一个1.19块，然后刚刚收了1000块。你看我的零钱现在只有1000块，我真的把我的仅剩的1.19块发给他哈。看来你还是比我有钱呢。你在这装，你就在这装。你说的是你那个零钱吧？微信零钱是吧？我一般都是靠我的微信零钱活着，哎，现在没有了，怎么办呢？转给你吧。太抠了，真的，我这辈子没想过我会在这种方面赢过别人。这不是我抠，我都说了，我必须要把这事情告诉他们，因为你知道吗，花花其实已经抠出名了。这个人真的抠。我们出去玩他也不买东西，我们平时他也不网购，他什么都不花钱，他就攒下了一大笔钱，所以我们现在尊称他为10万姐。他们很烦，他们老问我，因为我跟他们说，我说我搞牙齿要很多钱，他们就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我要是搞不是你说，对你说如果搞牙齿他就身无分文了，他是这样说的，说那得多少钱呀，然后呢说要3万多，然后他就说啊，然后他就说我说他居然有3万多块钱，然后他就问了什么我不记得了，然后就说完全就是我说如果把我的牙做上牙冠啊，把我那几颗坏牙就都做上牙冠，可能需要10万块吧。然后他们听到这些钱，不是听到这个，他们开始叫我10万姐，很无语。不是啊，是因为这样子的，是张雨欣问你，你现在有多少存款？有没有20万？然后他说没有，然后张雨欣问他那有没有10万？然后他不说话啊，不是啊，我一直说没有，我所有的都说的没有，你问啥啥？你10万你也不是说没有，你10万是。啊！你怎么开始给我加戏？就这样子的，我全部说的。他们因为你没有，你10万的时候没有说没有。如果你10万说了没有，我们就会再往下降。但是你10万就没有说没有，而且你迟疑了。No， 我都说的是没有。那就是你迟疑了才说的没有。我发誓，我的钱真不是10万块，是的话我就天打五雷轰，那你从此再赚不到钱。那是不是15万？没有。你又迟疑了。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哦。你现在进化了，你现在叫15万姐。你看又来了，哎，他刚说我不买东西，其实我是因为没有什么喜欢的，我是一个欲望比较少的女人。羡慕，我也羡慕，羡慕，好羡慕。有人嫌天天在这里，工资比我多的女人在这里说，我工资比你多，你开什么玩笑？工资比我多呢？每天都过着奢靡的生活，就是我们刘小姐啦。是的，是因为这样子啊，人买外卖什么的，他就跟着蹭，他吃剩饭，反正他吃剩饭，他所有外卖都不用点，他只要不用点外卖，他只要不吃饭，他只要不吃新鲜的饭，他就永远不用点外卖。他一个月不点外卖，他能比别人省多少钱？你们有没有算过？气急败坏了，刘时贤所有人点外卖他都吃一口剩饭，所有人点外卖他都吃一口剩饭。你说的对，对啊，你说的对。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我还想再听一遍。10万姐，再多叫10遍吧，喜欢听多来几遍。好喜欢，大家以后都要这么叫我啊。喜欢了，
我们玩完这个游戏是我赢了还是我输了？我输了是吧？哪个小猫？咋回事？等我一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哎，走不了啊，小猫咪，你反应过来已经迟了。有没有发现你把我这件衣服扔地上了，暖宝藏上面了？它现在已经完了。它很快乐吧？你的衣服让一个小猫咪快乐一下，有什么不好的？我一会儿也让你的衣服让他们都快乐一下。我可不是故意的，你故意的就不行了。小狼加油，让他的衣服快乐一下。加油，小狼，加油，小狼。加油，小狼！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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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你为什么老发出吭气声？你们听，小狼老发出声音。嗯，小碎要蹭暖宝，我把小碎的毛毛揪下来了，它在这儿。它揪得到。它舔的毛。你还是走不了。它舔到它脖子。我不会放过你的。哎呀，流鼻涕了。我有鼻炎，没有办法，我总是流鼻涕嘛。这才不是什么小零食，快来，刘淑贤，咋？又到我选，又到我选游戏了，来给我看看。没有输1000块啊！他给我转了那1000块，我不收的吗？但是收掉了，收掉了返回来了。他的游戏 bug 他自己没有搞清楚。游戏不是 bug， 这不是游戏 bug， 游戏规则这是。输了我1.19积块，我现在零钱已经没有了，少了这1.19块，这个月的生活，哎呀，新的一个月了。还好，这个怎么样？完美。这个怎么样？只说5句话，先用手机录下5句话，规定一段时间内大家都不能说话，只能用录下的5句话交流，在不能预测对话的情况下。嗯，你是啥？五句话录下来，提前先录好5句话，用语音备忘录。嗯，然后我们只能用这5句话交流。然后嘞，在几分钟以内。啊，几分钟以内，这样吧，在玩完下一个游戏，可以吧？下一个游戏是什么？下一个游戏，只用这句话，5句话交流是吧？对啊。那我去录了，我去厕所录啊，大家等我一下哦。那我也录了。不行，我要出门录。哎，我拍的好卡呀，为什么这么卡？拍的好卡呀，那我只能找不到语音备忘录，只能用录像录了，用录像录吧，怎么样？就录，开始了。你算老几？再来一个呢？再来一个，哎呀，不行，我还得再回来一趟。怎么了？我得安装语音备忘录，安装一下。你可以用视频 啊，我就直接用视频了。哦，好。嗯，记住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我能爹还有啥？
你觉得呢？还有什么？选一个。你是在跟谁说话呢？这个行吗？这个不要，换一个。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这怎么样？我来熟悉一下顺序啊。我回来了。好，来吧。现在就开始了吗？嗯，咱俩猜丁壳，看谁先说。先说什么？先说话。对啊。好，从现在开始不许说话了啊。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磊是一只猪啦。等会。磊是一只猪啦。磊是一只猪啦。是吗？我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是吗？我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样子吗？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磊是一只猪啦。磊是一只猪啦。磊是一只猪啦。我能的。是吗？我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我能的。磊是一只猪啦。我能的。不要这个样子吗？
磊是一只猪的，磊是一只猪的。你算老几？你觉得呢？不要这个样子吗？你以为？我能的。哦，这个样子吗？磊是一只猪的。我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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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的。好，结束。结束个屁！结束了。结束了，现在是我自由时间了，是吧？我能的。你是一只猪啦，你是一只猪，你是一只猪，我能叠，我能叠。啊！啊！我要问。啊！我今天就要问。好，下一个游戏。不要噎我。哼，这很好用啊，我能叠。哼，快让我选下一个游戏了。怎么就是你赢了？这还不是我赢了？这你怎么赢了？我还等着我的那个是现场制作鬼畜视频和你播放呢，你不给我点时间？你没机会呀、啊。唉，你行啦，今天都不敢跟我正面对抗。今天我就把你累死了，真疼真的累，我嗓子痛。给你选吧。给我放一下我的音乐，放一下我的音乐。放下我的音乐。下一首。我是谁挑战、嗯、对方出题用纸写好一个词或角色名字，自己不可以看，对方提示相关的词，根据对方的提示用我是叉叉叉吗提问，他只能回答是或不是，输的接受惩罚。哦，就是每人写一个词，然后你来猜他写的是什么词，是吧？对，但是你可以提问，你就像天猫精灵一样。哦。那几轮呢？几轮可以猜出来呢？嗯，干嘛？要不要喝一口？不要。哼。几轮？还有几轮这个说法吗？嗯。嗯。牙疼。反正就先写一个词。是两个一起提问，还是说你先提问完了我再提问？嗯，我提问一下，你提问一下，看谁先猜。十轮，他们说十轮，两个一起比，看谁先猜出来。好，那拿一张纸吧。直接用备忘录。直接用备忘录。
写一个人名吗？写一个人名吗？嗯，写一个人名还是什么都行？写个人名啊。写人名吧，要不然不好猜十个题。人名啊，嗯，不能是动物什么的吗？不能，必须是人吗？对。哼，万一你取一个什么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怎么办？那就没办法，那就我们都认识的吧。啊、好，可以。我们都认识的。好，可以了。嗯，谁先提问？你先吧。我先提问。嗯，她是女生吗？不是。她是剧里的人物吗？不是。也算是。你？不是女生，她是团里的人吗？不是。我浪费了一个问题。她是海绵宝宝吗？不是。她是四个字吗？不是。她是三个字的吗？是。她是章鱼哥吗？不是。三个字的。她是男生吗？不是。他是派大星吗？不是。他是动画片里的吗？不是。他是小狼吗？不是。还有我最后一个啊，三个字的，不是动画片的女生人名儿，嗯，不是，不是人名儿，这名字，三个字的，好难呀、啊！我们不能再增加十轮吗？现在已经十个问题啦，每人十个问题。对啊，就不能我们每人再说十个吗？他的字难吗？啊，不对，是我该说了，猜不出来。哎，对，他的字难吗？不难，不是。他是我们家的猫吗？现在已经第十一回问答了。他是我们家的猫吗？不是。他是楚雨荨吗？不是。他是动漫人物吗？是也不是。是也不是。他是胡小慧吗？不是。它是中心的动物吗？不是。是也不是。啊，是什么？它是人类吗？是。它是拉拉吗？不是。它是人类。三个字的，他是团里的吗？是。嗯嗯嗯，该你问了。他是，他是迪士尼人物吗？不是。他是刘书贤吗？是。耶！那你的题目是什么？你也许你再问五个。我不问了，我就要知道答案。他姓孙，名悟空。那怎么是也不是呢？因为他，你刚问的是他是动画片的嘛，是吧？对啊。就是，因为我不能说他就完全是动画片的呀，所以说是也不是，应该说对，只能这样说，是也不是。
因为我要是告诉你它是动画片的，那你只能想到它是什么动画片了。其实我说的我们都认识的应该是团里的这样子的。啊、哦、是吗？那你我心想悟空你还不认识。那你选下一个吧。哎，什么东西掉？哈哈结症来了，那个，这样吧，我们玩一个人闭着眼睛，然后拿一个吃的去。数十个数，然后让另外一个人藏起来，不可以去厕所那边，只能在这个屋子里。看谁找到那个人时间用时最短，怎么样？找到的用时最短。嗯，看谁就是用时最短找到了那个人，把这个食物放到他嘴里。当然，这个人如果就找到什么意思？我藏起来，然后你找，然后放我嘴里还是放你自己嘴里？当然放你嘴里，就是我，我要找你要找我藏的东西放我嘴里，不是。是我拿着一个吃的，嗯，闭上我的眼睛数十个数，然后你只能在这个区域里面藏起来，看我什么时候能找到你，把这个东西喂到你嘴里。当然，如果我找到了你，那我就喂你嘴里的时候不可以挣扎。哦，我人藏起来，我还以为你要把什，那这里边还有什么能躲的地儿？所以呀，看谁用时最短嘛，对吧？这没什么能躲，就这一个大空间，这还不够、啊、两个。这也能藏？那当然了，这就要对不起。这屋有啥好藏的？这当然也能藏一藏了。那你得出去啊？那你得出去。就如果我藏的话，你要出去；你藏的话，我要出去。可以。嗯，我闭着眼睛，就是我闭着眼睛。你说 OK 的时候，我进来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的，可以吧？嗯。然后你来负责计时，因为你看得到。OK。一分钟啊。不是一分钟，看谁用时最短。哦，懂了吗？好，那我现在就挑一个吃的，这个芝麻丸可以吗？不想吃，吃那个糖吧。这个柠檬糖。柠檬。掉地上了吗？啊、哦，掉地上。OK。那你先藏吧。搞得我很紧张的。很紧张。给你定时的在这儿，我还以为要把吃的藏起来，这么大个人往那儿藏啊，我真无语了。这是秒表，给你了。哦，记得你定完了之后，记得要把这个手机扔到其他地方，不然我跟着音乐能找到你。哦，你也可以把音乐关了，也没关系。好，现在要把它放的稍微远一些了，这样子你们看的视野就更宽广一些。哎呦。这屋还有哪儿能藏的？我真救命了！横着了，加油吧，加油！拜拜，出去吧。好，我出去了啊。嗯。记得快点啊、哦，只有十个数哦。啊，只有十个数？对呀、啊，不然呢？你还让你进柜子里啊？难道？十个数啊！我在后面外面大声喊叫。啊，走，把那个这个东西，一会儿你也必须要跟我用同样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眼罩是否安全，但是这个玩意儿是非常的安全的。你要蒙着眼睛找啊？当然了，不然我睁着眼睛找啊、哦，这不一眼就看到了、哦。我就说，怎么会有人找？不可以进厕所啊！哦好，数我要数了，好吧，十九。六、五、四、三、二、一，我进来啊！哎呦，
我害怕呀。往自己想藏的地方那个位置找，我挺想藏这儿的。来吧，给你蒙住，我也要吃那个糖。哈哈，哈哈，哦哦，你给我一个糖。啥糖呢？哎，我刚拿着去外边了。哦，这。嗯好恐怖啊，像丧尸来了。兄弟们，像丧尸来了一样，好吓人啊。我先上个厕所。哈哈，你先想好你藏哪儿吧。好吧，我眼睛都给迷糊了，眼睛都给迷糊了。你说不可以进我的衣柜。好，来了。嗯，哎，蒙眼。哦，在这儿。啊，好勒啊。对啊，所以才没有完成。我的眼妆都要被勒掉了。没关系，我也勒掉了。啊，不行了，坚持不住，快地方不能动了啊！我跟你说，知道吗？眼睛要勒出来，我眼珠子要出来了。我不想找了，我肯定要输了，你出来吧，好不好？我挟持你的猫，是你吧，小狼？肯定是你。哦不，是小碎。小狼在哪里？小狼出来，小狼在哪里？我不找了，我跟你说，我累了。你出来，出来，不出来我睡了。
上面去呢？暖宝都不上到上面去啊？啊！你知道吗？我刚刚在上面的时候，小狼一直用一种很惊恐的眼神看着我。那能不惊恐吗？他以为你跟他同化了呢。小狼呢？我飞来了，我手机快没电了，原来是。我刚刚小狼一直这样的看着我，就这样，从来没变过这个眼神。什么眼神？他就在那躲着上，用一种这样一直看着我，然后我这样的，我怕我吓着他，我都。哎，好担心。暖宝都不上得上去，你为什么上得上去？你这不是个人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藏着你找不到。行。可以，你上吗？我刚刚人都上来了，才发现忘记计时了。我手机啊，不是我手机，那个计时器呢？我不到啊。嗨 ，Siri， 哦，在那儿。等我，我这肯定比你刚才的时间长。那肯定的。嗯，给你，一人十秒钟啊！加油吧，小 Z。记得那个什么，把这给我，这么碰到人就行，不会吃着了啊。喝止了啊，去吧。完蛋喽，抓人喽！出个声儿。哪儿呢？哦，你不会去那儿了吧？
不可能，我能投降吗？怎么不说话？我打开了，我打开了，我打开了。牛不牛？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没有早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这样我们平了。什么就平了？我赢这么多把就平了？这哪有那么多把？你刚刚这局赢了我，我前面赢了你。好吧，来吧，继续吧。我的手机呢？我不知道啊，我在这儿。气死我了！牛不牛？牛不牛？没想到吗？啊，炸的我腿都抽筋了。我刚刚笑的我都不行了。我也是，但是我听到你在上面笑了。是吗？嗯。但是你没有想到我能去那里。嗯。嗯。再玩两个我就完了。来，赶紧选。哎呀，确实怎么还是没电？那我们最后玩一个游戏。好，最后一个游戏了。嗯。那我们可以正着了，来桌子。来干什么？等我一下啊。玩啥呀？倒水。倒什么？就是一个装水的杯子放在那儿，嗯，然后我们一人从里面倒一点水，如果谁先出来谁就。这干嘛呢？那得找一个大碗放在外面，别让它真的倒出来。嗯，我们应该玩一个不会洒的吧？玩一个好玩的。真心话大冒险。真心话大冒险。不知道怎么玩儿。啊，我的天哪！那个糖吃完再喝这个水，我人没了。选一个吧。解毛巾是解不开的。数字炸弹。数字炸弹哦，是什么？就是那个暑期过。啊、嗯，糖果挑战怎么挑战？不是我之前说的吗？我有你没有？我有你没有？我有你没有怎么玩？对，我有什么？你没有什么？糖果挑战是什么？是我之前说的一个糖果挑战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就是我们不能玩的。就你记得吗？之前我就是说我跟你说，我说那个白桃的糖果很好吃。哦，不会是球球那个吧？嗯。哎呀，现在肚子叫，哎，又打起来了，小孙。哎，行行行，过来。
有一点饿了，刚刚不饿，刚刚吃饭的时候不饿。憋笑挑战怎么玩？憋笑就是看着对方的脸做搞怪的表情，是吗？嗯，这个好容易尬住，是吗？嗯，你看我，你做一个表情。我做一个表情。你看就很容易尬住。其实玩差不多，问答游戏，比如呢，没有人问我，问什么游戏？看视频憋笑，哪里有视频啊？哦，我们都没听见。哎，可以，我有你没有，可以。我干过的事情你没有的，或者什么的。怎么样？那玩浅浅的玩一小局吧。嗯，那谁先？十个手指头还是五个手指头？五个吧。我有你没有是吧？我竟然一个都想不起来。不然你来，你先来。我有两只猫。我有肌肉。我有，谁没有肌肉啊？所有人都有肌肉。我有一块肌肉。一块肌肉？你只有一块肌肉？我有一块可以凸出来的肌肉。我也有。哪里？不是你的肚子吧？到处都有啊。那你让它凸出来给我看看。凸出来的就很多啊。嗯，那你来呀、啊、你给我看看。你全身上下都是肌肉。那你凸出来给我看看。这不都是凸出来的吗？你哪里、啊、到处都是凸出来的，你看。哪儿呢？到处都是凸出来的。哪儿呢？没看到。这你不能，你也不能硬杠在这里。我可没有硬杠。哦，舌头，舌头是凸出来的肌肉。那你天天让它凸出来吧。你也不会天天让你的什么玩意凸出来呀。我没有。嗯，啊！我说我没有能够天天凸出来肌肉啊。哎呦！哎，好累啊，举得累了，哇！有什么？我有你没有的，我有眼唇卸妆油。我也有。你哪里？下边。拿给我看看。嘿，你这个女人，我得给你找。我还得给你找。必须找出来一个。你找呗。我等等。一定要是眼唇卸哟，普通的卸妆水可不行。那万一他没有给我送来呢？那我不管。哦，怎么这样啊？文章，你不如尽快认输吧。根就没有，你这么多年来你都没有过。屁嘞，我一定有，我一定给你找出来，让你诬陷我。必须找出来。你找出来，我给你道歉。真的吗？嗯。我必须给你找出来。嗯嗯，哼，今天我就要给你找出来。
哦，我知道了，放厕所里喽。你可不要拿我的啊！我才不拿你的呢。那你去找。嘿嘿，哎嘿嘿，现在我就已经找出来一个了。噔噔，就这，就这，行。我折一个是吧？嗯。来你。我有暖手宝，小小的可爱的小小猫咪暖手宝，这样也行？那当然了。那我得说我有，你还没给我道歉呢，对不起。嗯，那我得说我有，我微信里有1000块钱。有人说我年纪比小，不能说这个，因为你只要说你年纪比我大，我就输了。聪明吧？我有黑头啊，不行，你有黑头，黑头发，这个不行。你有黑头，确实，我可以折一个。我想想，我有一口蒸。整齐的牙齿，我也很整齐啊。你下面这颗不整齐，它都凸出来了。那我看你的。嗯，你张嘴啊！你有蛀牙？没有，现在没有蛀牙，我蛀牙都已经补完了。补完了也是蛀牙。睁眼说瞎话，你不管，你先下去吧。行。那我天生没有弄过牙齿。你折。怎样？你都没刷过牙？不是啊。就是不像牙科医生给你整牙或者补牙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过。啊，你很厉害啊！对啊，还比吗？还比吗？不敢跟你比这种。我有1.64米，我有1.62米。你有吗？你根本没有，当然有，你根本没有，你也根本没有。你忘记了？你是159战队的。屁嘞屁嘞，你是160战队的，你都忘了吧？你是159战队的，你自己。我已经长高了，你以为我年纪是白长的吗？你问我答，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想问的呀，没什么想问的。你是不是也想不出来想问我的？什么想问你的？你说这个吗？啊？你说这个吗？我还能给你再战好多个回合，很厉害吗？嗯。来吗？不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谦虚，想不到什么别人没有的，我有的。哎，切，我赢了一根折，输了一根折啊，不知道。没有什么你问我的，这种可太多了。没有什么想相互提问的。可以啊。什么可以啊？怎么可以啊？我上过九年小学，这个都行。那我还转过3个小学呢。那我1年级还上了快3次呢。你都能说。对啊，都能说。但你没说，你选择了说你有可爱的小小的小猫咪暖手宝。哎，那我应该说我几岁的时候有多少多少的零花钱。你是在伤害我的童年。你没有啊？没有伤害你的童年。 你就是的。你现在拿这个来戳我的心。没有啊，因为我从小就没有零花钱。 我虽然有，最后我存了一把还是被拿走了。从小就没有零花钱。你现在有了，你现在有1000块钱的转账，你都能转呢，对吧？我只有1块1毛，你只是只有1块1毛6还1块1毛9都不记得。你只是扣而已，十万姐。唉，还不是因为没有钱才扣吗？嗯，不像你哦，大手大脚的。你就是单纯的扣而已。是吗？嗯，那你有钱你也扣，我没钱我扣，这不很正常？哼，你这些你有办法。你都不用自己交学费，不用自己整牙齿，而我却要都拿每年我都要存钱给自己交这些东西。你的生活里现在只要想着快要
己还有两年你就可以离开了，说不定不用两年了呢，对吧？咋了？你提前给我交钱啊？我不。那为什么不用两年？嗯，因为可能你会提前八年就到了吧。你好绿茶呀。嗯，哎，今天看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说被看出来的不是好绿茶，那是我不够了，哎，我要继续努力。确实不是一个好绿茶，但是是绿茶，就是这个绿茶吧，它有分等级的。被看出来的绿茶，它就是，不怎么，就是还不够优秀的绿茶，可能是小学绿茶吧，不能看，就不能让人家看出来，就我茶艺不够，还是要多学习，向你学习。行，学吧，好好学。你看你这个就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老师，太客气了。先交点这个拜师费吧，要不然一会儿一块一毛九就还给你。拜师再给你一块一毛九，不就得带着礼物去看看老师吗？逢年过节的，是不是？可是我们老师都不需要，我们老师天天给我们买冰淇淋吃。那是你们老师是好老师，我不是好老师。那你是坏老师。对，所以给我吧。所以我要打坏老师，我打击这种存在。小时候没有勇气，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了。看见这是什么了吗？不要难过，哎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啊，为什么难过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两年就要走了。哎，啥呀？不就这么一说嘛，不要难过。你现在一想想，两年时间这么长呢，我比他还先走呢。一分不到点儿，一分不到时间。不要难过，不要。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我只是说我是他的前辈，我时间点儿比他要。那个没事，对啊，到三十了，我马上二十八了嘛，就还两年呢，两年整呢。哇，两年很长哎，超长的。所以在这两年内我一定要好好攒钱。怎么要提前两年难过，这有点过分了吧。所以在这两年内我一定好好攒钱，懂吧？我再点你们同志们，我要三百平米大平层。再哭了，再哭了。哎，今天愚人节，我给你这样吧，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可以吧？送你的礼物，不用了，快点，不用，配合我一下，就算你看过这个魔术了，你也必须配合。突然不难过了，怎么能这么随意呢？这是一根绳子，嗯，拿着，穿，给我，先拿着它，穿进你的脑袋，穿进你的。拿着这边，拿着这边，拿着呀，啊，算了，我拿着吧。你拽这绳，我拽，往你的左边拽。好，哎呀，好痛啊！啊！那你打我，你先打了我，啊，只不过你那小脸没想到打起来还这么的清脆。去你的！我的脸就没有这么清脆，那是因为我没使劲儿，是因为我心疼你，我舍不得使劲儿，而你不一样。啊，怎么会？你对我就是这样，啪啪啪，你才没有呢，我都打不过你，你在这里骗人精。我已经痛习惯了。什么呀？你昨天还打我了，昨天叉子都心疼我了。已经痛习惯了。骗人。哎，脸也痛，脖子也痛，哪儿也痛。昨天这人因为他要打我，然后我要逃脱的时候，他自己闪着了。就是说这么痛，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想逃脱。送出多少个用爱发电？你以为你自己打了字就有了这个东西？啥东西？你送我个用爱发电才弥补我的创伤。真的吗？嗯。够吗？咚！走微信吧，不要让中间商赚差价。这样子可以吗？不行，这都不行。谢谢 JZY 送的皇冠，谢谢。我们两个打架谁厉害？怎么会有人比这种东西啊？不比这种东西，我要走了。谢谢小豆豆啊送的夜蝶。愚人节版真心话来一个。
愚人节吧，这些你们愚人节都干什么了？我感觉这个节日只有小孩子特别爱过，然后就去犯贱，你知道吧？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还好，我从小都不爱过愚人节，但是总是到了愚人节的时候，总有同学跟我说老师找你，但我根本意识不到今天是愚人节，所以我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他没找我。天天鞋带掉了，哎呦，我怎么总感觉脸上粘个毛毛？唱歌唱什么歌？有什么想听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只是借着愚人节这个节日想缺德一下而已。其实他们其实想做这种事情很久了吧，应该只是找了今天这样一个契机来做。还有3%就关上了，充一下电。嗯，就是只是因为他们想缺德，爱缺德而已，蓄谋已久。蓄谋已久的一次缺德。该给你充充电，唱歌，唱什么歌？小穗啊，过来，别抱，过来。爱我的话，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我们到，我就到12点就关上啦。拿我那个手机，我的音乐，我的音乐。明天还要见面的，猜。把小灯灯拿来吧。连麦唱歌跟谁连麦呀？这个因为这个口袋不够先进，连麦掉美颜。这口袋到底干什么的？干什么使的？嗯，我的小灯灯拿来，看不清楚。愚人节整人假装哭哭，这有什么可整？假装哭哭要怎样？让别人哄我吗？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怎以为换来一个公平？上次后来把耳机线放哪儿了？是这个吗？不是吧？一整边的卷曲头发，残酷的宿命。麦克。今天的爱比不上也许的高兴。电话。不许弄挑战的 vlog， 没有哎。在今天这个节日做这个事情，给谁表白呢？给胡歪歪。一下子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不行，今天嗓子不太好。今天表白呢，不然人家我真的表白，真的表达我的喜欢，人家会觉得我是真的喜欢他。累。找连麦，我看看谁能给我连麦。好几分钟就到2号，确实还有十几分钟。美女怎么化妆这么快？是谁的眼神锁定我？今天这里有一场盛大的 party， 让我看看是谁没有被邀请。你们玩完你那个 too much 游戏了？啊，哪里 too much 啊？啊，还不 too much？ 哪里 too much？ 你来，我跟你玩。哦，我不想跟你玩这个游戏。你想，你最想。我不想，我只想安静的在你们旁边烤鸡。你想。你们玩完了？玩完了。玩完了，开始找我了。嗯。去哪玩？我俩玩完了才能找你啊。就是我只是想。那你怎么不在玩之前找我？在网络。那不得抽不出身了。虚伪，女人，你很虚伪。不得空，咱就说。想玩。对啊。你就是赵灵儿，你就是那朵蓝莲花。赵灵儿为什么现在成莲花了？
哇，赵灵儿还不蓝莲花啊？蓝莲花为什么？有气节、就是。赵灵儿还不错呀，我觉得。不是赵灵儿，就叫灵儿，《西游记后传》那个。我们说的不是一个灵儿，你说的是仙剑的那个灵儿，是不是？你说的那是白莲，不是蓝莲，就那个。不是，那不是灵儿，那是碧游。不是，我说那就是那个灵儿，那个男的，他就是一朵白莲花。嗯，这样子。对啊，你就是那样一个人，左边吊着白，左边吊着莲花，右边吊着碧游。哎，眼睛怎么瞪大了？是吗？你被我吊着啦？这周有云光眼。没有，你是只是玩完了 too much， 然后你是和我这儿来，在我这儿静心来的。嗯？你是来我这儿静心的？不是啊，当然不是啦。看到狼？我看到你，我心情才会好一点。狼？你没有考虑到我见你心情好不好？那你见我心情好吗？他好。四月二号有，现在没了。你好土，短暂的不爱你一下，嗯，短暂的不爱你一下，我不需要人爱，我现在店员嘛，但是很快就过完了，很快过完了是什么？就是短暂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只要能去充钱，但我永远爱你，真的吗？嗯，我录屏了，录吧。真的永远爱你，你没有见过，就是我放在朋友圈循环播放，可以啊，对吧？栗子也是，怎么会有父亲不爱儿子？河南人不是不能，但你不听话，咱们不能走这种路线，你知道吧？而且我觉得这种口味这种东西，嗯，咱们不是一直在走这个路线吗？没有啊，从来没有过母子这个意思。你叫父子？嗯，也没有父子这个意思，从来没有过啊，一直都有。你儿子是陈南，跟我没有关系。单方面的认为没有而已。那你是单方面的想当爹？对啊，明天没有，你只是单方面的不承认。我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我是你爹。对啊，你不穆桂英吗？我不是啊。早点承认吧。早点承认，我永远爱你。这是什么？你做什么我都爱你。那我要做什么呢？那我管你做什么呢，做你的too much游戏去吧。你怎么感觉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也没有不开心，只是快要疯了而已。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自己现在的工作。你都给我错觉了，张颖，你很厉害吗？就是你真的爱我的错觉。就是突然觉得。我说的我要疯了，是因为我被这个疫情逼疯了，我要被关疯了。不是说 你好歹还有个窗子呢，你有什么好疯的？所以我要疯了。你好歹还有个窗子的，你有什么好疯的？要不然你来我们屋，我去你们屋，怎么样？我跟菲菲睡两。那我可以跟小包玩 too much 游戏吗？可以啊。有啥不行的？不要露出这么猥琐的笑容，你好像很向往的样子。也没有很向往吧，就也没有吧。那你去跟菲菲睡吧。嗯。那一脚我就把你踹下去。不会，我会先踹他的。我之前去那个气味图书馆有一款香水，是那个。好，你自己玩去吧。叫什么什么酒来着？不用。再痛苦一会儿。再撂吧。撂吧。撂吧。你撂吧。你撂。你撂。你撂。赶紧的。你撂。哦，对，我最近。好像不想动手，你快点。谢谢吴彦祖。我有很多种酒味嘛，然后那款是我最喜欢的，忘了叫啥，一会儿给你查一下。不是甜的那种酒，就是觉得是很好闻的。谢谢小熊，给自己定点事情做吧。我现在想给自己定点事情，现在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因为不知道。也不是没光眼了，也不习惯。不是不知道连谁，算了，不连了。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虽然你们总说做找点事情做吧，找点事情做，就是说实话，就是不太想做什么事情，因为
就人处于一个不是说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做就开心的，而是我想先开心再做就做我喜欢做的。愚人节不来骗人，这不是现在在骗人的吗？天早点，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客户。昨天晚上学了个牌，解只剩可乐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想把我之前买的漫画给看了，借鉴借鉴。我不会觉得我很无聊，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Starry starry night，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还有六分钟可以合理骗你们，难道不合理我就不骗你们了吗？好像、我平时就骗，那也为什么非得挑这个节日骗呢？对吧？过得开心，而且做一些开心。闭上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我之前还挺喜欢的，就是你的温柔。其实我是那种一个人在家里待着要看两个小时，然后就喝粥。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那粥，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哭自己，爱上你是我心扉的意义。所以我刚开始进团的时候已经把比较爱很多人付出去，我就觉得啊，跟我一块儿出去嘛。颜值的巧克力，现在就还好，因为现在有时候我经常想着什么时候能休息呢，休息。哎呦，就再出去的话，就会觉得更累了。已经宅了一个多月了，这个188的巧克力很优质。等会儿，到整点下播，好不好？再唱一首歌，唱我想唱的。刚刚看到有人说这个，我今天晚上啊，不是今天我听歌的时候被什么给洗脑了。谢谢张张棒的爷爷。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我刚以为你要说迷茫的你联系了四什么什么的，我以为你是联系了电话号码很多。我以为你咋了？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一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独自醒过。我站在鼓楼上面，一切繁华与我无关，这是个拥挤的地方，而我却很平凡。好低哦，唱不下去，今天嗓子不舒服，不行。发语音，再换一首啊。和植物说说话，天哪！明天店员跟我说话吧。天，明天就要店员了。
约不到啊。游戏就是啊，就是我有时候就是想说话了，我就玩游戏。我昨天玩了个打野，李元芳打野打得巨好，我还告诉人家，我说蔡文姬保护小鹿。我昨天打游戏了，感觉我很不错。昨天打了英雄联盟，一次我都没有死。对面打沙特。昨天打了英雄联盟，我本来玩这个东西之前我已经想好，我注定会被人骂。我玩的是那个，我也不会玩。我弟弟玩了那个。那个极地，然后配到了蒙多，可是我根本不会玩蒙多，他就是摇到的英雄全都是我不会的，然后我就别人因为我也没有点数可以摇，然后别人摇了，然后我就换了一个看起来比较那个啥的，看起来比较可爱的一个形象，叫做魔法猫咪优米，是不是？但这个英雄呢，我也没玩过，我都没见到过。哦，要上学。我见都没见过。对，他确实没什么用，我也没有杀人，我就只是挂在别人身上。就是如果挂在别人身上，我就不会被别人打到，然后就一直挂着。其他地方应该不用打，就还好。甜美的想象，爱情的点球的连成。然后我后面又去玩了一局匹配。玩了一局你要干嘛？啊？你要干嘛？我说我唱歌，等你唱完。你唱呗，我就是播 BGM 嘛。然后我就又玩了一局，然后玩的是射手位，然后就玩了艾希。说实话，虽然大家都好多人都觉得艾希不好用，但是我觉得艾希是最好用的射手。我觉得他比女枪、女警啊，包括金克斯都好用。我觉得艾希太好用了，因为他有就是减速效果嘛，就是除了没有位移。但是我昨天就是纯属一个四大皆空，没有打中一个，我的大没有中一个。也有可能是昨天跟我对线的人太烂了，导致我都出神装了。9点早上9点才预约。我觉得艾希最好用的就是出电刀，然后出无尽，然后再出一个卢安娜。哎，非常棒，非常棒！马上关了，马上关了。不，我就来给你们倒一杯。这个没事，本来也要关了。你们翻牌了吗？翻完了，我翻了。我应该翻完了吧？我翻完了吧？我给你倒哪？今天有贡献吗？我觉得不倒一杯，因为我俩都喝的差不多了。我跟瑞杰已经快干了。那有个杯子。这个吗？嗯。我想起来了，翻了。你肯定不是倒霉蛋，你怎么天怎么的？我是因为上次给你过去了，我想着是我喜欢的。我在可以，蛮够的。有没有什么给我发的？嗯，等会儿去找你哦。结果翻完了，发现也没有。所以你怎么会过期呢？太好用了，我觉得卢安娜太好用了。我所有射手都爱用卢安娜，因为卢安娜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就是她打小兵也很非常快。可是有的呢，非常非常快。是吗？那是最近电刀无尽卢安娜，再加一个吸血的。你的今天过期。最后赢了吗？当然赢啦。过了12点了。想起来了，我应该昨天回网了。普尔芒松，谢谢不喝绿洲啦，大家南宁市。我玩的都是那种漂亮的女人。这个特效。不是，我说我玩的英雄都是漂亮的女人。豆浆。哦，绿豆豆。豆子和黑米。你还叫绿洲？我就说怎么这么耳熟啊？这个绿洲是什么？好耳熟。对，狐狸，打字出来，还有、拉克斯。一百年没有把握住。都给你几根星星，一起等爸爸。我刚想说的，我要自己想想。不喜欢玩，不喜欢玩那个。让他把那个安妮，是叫安妮吧？不然话，小法也不错。小法太，因为我每次跟小法对线都会被他压死，所以我太讨厌小法了。还有吉格斯。我太讨厌小法了，这小法太讨厌了。
小法真的太讨厌了，太毒了，小法。我这不是怕他无聊吗？给他找点事儿。我不喜欢玩安妮。蝎子哥的玫瑰花。可能因为她长得不是漂亮的女人吧，我喜欢漂亮的女人，她只是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唱歌的那个VN，VN，我觉得VN我不喜欢她，是因为我看不出，我看不透她，因为我不知道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我就不玩她。如果她是女的呢，她就长得不够好看；如果她是男的，那她就有点，你懂吗？中性，所以我就不喜欢。我就不玩。刀妹我挺喜欢的，但是我不太玩得来刀妹。就我开始想玩刀妹的时候，刀妹已经被削弱的已经不太那个啥了，所以我就没有怎么玩过刀妹。风女我也没玩过，因为我不喜欢玩辅助。本来那天要拍的，但是卢锡安不玩，卢锡安长得不好看。我不玩男英雄吗？提莫，提莫算男英雄吗？对啊，就是玩漂亮姐姐。你明天不要很早起来做核酸，希望他今天能做一个好梦嘛。什么好休息？因为这两天确实。我觉得胃也蛮不错的。金克斯、拉克斯我都喜欢，狐狸也不错。今天下去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没换了，不过还好。剑姬现在也挺，他是那种帅帅的感觉的嘛。发条是啊。发条漂亮女孩吧，这段时间好像都演了神奇双城之战，看过一点吧，没看完。在哪呀？因为我们醒了之后，那话我们的醒来的时间更久了。阿卡丽确实挺帅的。食堂菜是自己盛呀。说实话我觉得勒弗兰长得不算好看，其实我个人审美啊，但是不是说哪个英雄啊、哎、怎么我只是玩游戏的时候颜狗，普通跟人交流的时候不算颜狗。是我们每次醒来其实都要吃晚饭了，今天我去的时候都已经就是快打完了嘛，基本上我就是最后一个人打完了，叔叔看我还没吃，然后就女警很着急、嗯、女警，毕竟女警我更喜欢女枪，我觉得女枪很像以前的扣姐，懂吗？你们懂吧？我怕我去捣乱，天天大家都吃着吃饭的，我要是平常帮忙也就算了，这个时候大家在那着急抢饭，我要是因为我晚吃饭了嗷嗷叫了。主要是啊，我今天晚上睡觉做，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皮肤觉得很好看就是阿卡丽的吧，应该是。天哪，有梦好的梦，每天晚上都在梦里运动。我觉得女枪的原皮好看。我竟然能记住，因为太多了，就是有很多我还记不住的呢。只玩女性英雄吗？很少玩男性英雄。吉德斯或者是小法这种会玩，就是这种不算男人的男人就是还行，不算男人的男人还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累，有点习惯了。小法原皮就好看呀，我觉得小法原皮挺好看的。锤石我没玩过，那种大块头我从来都没有玩过，就包括德玛西亚呀、那个诺克萨斯、执手啊这些我都没有玩过。机器人我也不喜欢。他坐着他那个轮椅老快，他后面就后来发现他不是残疾，是因为他 EZ 我都不玩，你想吧，宝石骑士我也不玩，就是那种。我总感觉那个星星虽然娘炮但是不玩，就只能说不算男人的男人会玩。真的我总觉得梦里好像跟他有音乐。小法就是原皮好看吧，感觉唱歌吧。
拉克斯，我太喜欢拉克斯了。因为有空所以喜欢，被控住了之后，一个 E 技能就很方便呀。E 技能之后，然后就凭 A 就行了。啊，哪个姻缘？当然是结婚的姻缘。我觉得拉克斯躲不掉，是因为拉克斯他有两个控，他不是只控到一个人。谢谢大栗子送的皇冠。你玩小法遇到拉克斯就想摆烂，但是我玩任何英雄遇到小法都想摆烂。我一遇到小法我心态就崩了，说实话，因为有一次小法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觉得男的没有特别聪明的，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男的英雄都没有那种看起来特别聪明的，都给我一种很笨的感觉。就是小法还给我一种比较聪明的感觉。对，可能因为他小。爱酷没有吧。手游没艾克，我不知道哎，我都没有，因为我手游只玩了没几局，所以我都没有留意过，因为我有的英雄也很少。然后发现现在听的歌都是小时候听的歌，然后又再火一下，然后再听一听，然后又忘了。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也爱也没时差，等的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爱我的话要回答。对啊，漂亮女人已经爱不过来了，哪里有这么多男人，就是总感觉他们不是很聪明。男性角色不是说男人不聪明啊，我可不是打拳，我只是说那些角色让我感觉他们不是很聪明。我看有没有喜欢的男性角色，看一下。小的时候感冒，因为我小时候经常感冒，现在就是那种着凉了就会感冒，而且我一感冒，一个月不好，每天就流鼻涕，每天流鼻涕擦鼻涕，然后把我鼻子都擦红的。有很多英雄我都没见过嘞，因为我太多年没有玩过了。好，听完这个歌就哼哼叫他们来，就我们屋子太小，下次找个大场地。不会通宵，真没有，兄弟们真没有，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聪明人一个都没有。我先听听，我猜记得。谢谢叉M送的皇冠，谢谢。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刀妹就是很帅啊，刀妹。哎呀，我的
灯，刀妹真的很帅，我喜欢刀妹。等待是我付出的代价。我觉得朱妹也很帅。EZ 很聪明，那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他有点，给咖喱给给。我觉得李青玩好了吧，有一点点帅，但是总感觉他不是很文明，因为他打赤膊。好男人不包二奶，确实你说的也对，那没办法，只能让他打赤膊了。那我还是喜欢提莫吧。哎，我看有没有点的歌。都没有什么歌，都是我没听过的，唱不了了，兄弟们。我自己的歌我也没有什么会唱的，我感觉我的歌单一直都没有更新过。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歌单了，就感觉现在没有什么好听的歌了，就是一直没听过。听听 GM 的歌，谁？邓紫棋吗？搜一搜啊，邓紫棋。哎呀，我真没听过这首歌，就是没唱过这首歌。有几首听过的，但是不是每一首都听过。下雨天，必须把这句唱对。数不清，不清的不听，为什么小孩要听话？为什么爸爸爱妈妈？
为什么变得冰又凉？我把美梦放冰箱，打马带猫行不行？什么动物跑得快？生儿上阳台？什么喜欢蹦蹦跳？什么它会咕咕叫？猎豹猎豹跑得快，向日花向阳开，肚子青蛙蹦蹦跳，嘿嘿，嘟嘟肚子。我的脑子，我的脑子，这歌给我听的脑子要炸了、哎。这不是我想唱的这首歌，这个问题小孩不是我想唱的这首歌，不是问题小孩呀、啊。那这首歌叫什么呢？还真不知道呀。宝宝巴士什么？不知道，没听过呀。这是宝宝巴士。我没有听什么、哦、我没有听说、啊、没有听过什么儿歌，主要是快乐小孩。原来不是问题小孩，是快乐小孩呀，快乐小孩。嗯，圆圆的脑袋，大大耳朵，笨手又笨脚，跑步像陀螺，一动小脑筋我都听不清楚 Pad 里在唱什么了，因为我那注意力已经被夺走了。妈妈要教我，教我倒几包。哎呀，我是爸爸妈妈心爱的小孩。这世界有老花来少不了土知道了，我一定能胜过他，人定胜天。你听，哎呀，我操，怎么这么平淡？我明明记得他很撕心裂肺的这块儿。我怎么印象中，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不是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他明明是教我淘金包，他是那样子唱的。这里面就比较淡一些。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都不怕，啦啦啦啦，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叮当当咚咚当当，本领大，啦啦啦啦，葫芦娃，葫芦娃，本领。我不是给你点的歌，你不许唱。我就要唱。这是什么来着？来听歌时停下。噔噔噔噔噔。哦，好，找到了。噔噔像铜铃，我是三点半的鸡。数得像天仙，金地就可以一生一。因为他就是这样了。留坚持里抓到处寻寻，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爱你。啊、不会唱啊。黑猫警长，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真没看过，我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就看的是偷出侦探家的精明护士
淡淡唱地情，流行为我叫天地声音。你莫宽了坚持力，到处学习，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啊，黑猫警长，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数码宝贝，数码宝贝，其实我再唱一个，再给我选一个，再给我找一个，赶紧的。数码宝贝，因为当时看数码宝贝，那个时候我在老家呢，那个时候我弟弟他播放数码宝贝，但是我不看了。看小当家。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大手牵小手，走了我怕滑，走呀走呀，走呀走呀，走走走走，转眼儿子就长大。你唱别的歌我也没这样，你是因为唱那个，你唱什么你自己心里就怎么了，我唱个问题小孩都不行，我脑子很乱。那你吴英明，你这个可是我跟我让我先说了，我没有内涵，没有内涵，怎么唱大头儿子就内涵了呢？哼，知道了。谁放最大？哼哼，姐，大家眼月儿挂问号，快来快来，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彩虹来架桥。时光在飞逝，生命值多少？风儿吹起朵朵浪花，太阳开口笑。哦，嘎嘎嘎嘎，你爱像爱我爱狗闹，天地间奇妙的问题你全明了。哦，只要你爱像爱我爱狗闹，天地间奇妙的问题你全明了。快上学校，别考个鸭蛋带回家。吱呀吱扭扭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大风车转呀转悠悠，快乐的伙伴手牵着手，牵着你的手，牵着我的手，今天的小伙伴，明天的好朋友，嘿，好朋友。大家不要告诉他，长夜的雨，早起就是好天气，就在昨晚梦见你，我们快乐的游戏，都是怪我的粗心，自卑自己太大意，找不见你的地址，可怕的就要去邮局，想快点告诉你我用你送的蜡笔画了幅画，赶快传递给你，快点告诉你我的十二分天气，再远的路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心放在你那里。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真的就是那种，这是动画城的主题曲，叫快点告诉你。睡吧睡吧，动画城是比大风车还早的一个节目。又在昨晚梦见你，我们快乐的游戏，
都是怪我的粗心，责备自己太大意。找不对，播完动画城播大风车，但我那时候放学了之后看完动画城想看大风车，我妈就不让我看，就让我写作业。什么的问题，快点告诉你明白一些的道理，朋友之间最看重是情谊，我的心放在你那里。他怎么可能跑做梦了？他让我写作业，不让我看动画片了，不让我看大风车，所以我小时候很多只看过动画城的动画片，没有看过大风车。这是翅膀。到底要放哪里？放在你那里，我的心放在你那里。你说到底放哪儿？你说到底放在哪里？我也在想，脖子上怎么？他昨天晚上就这么睡，就这样子脖子这样，就是一。这是一首说友情的歌，我很喜欢。这首歌。想快点快点告诉你，我用你送的蜡笔画了幅画，特快专递给你。都画好了，挺好。知道吧？不会再吵他了，不会再吵他。小鹿姐姐。嗯，好好好。他一天到晚。可爸爸就要去邮局。一个小时起来。想快点告诉你我的十二分天气。在远的。路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心放在你那里。不是小鹿姐，都不要，都不是小鹿姐唱的。猫眼三姐妹没看过。做手工的叔叔，你是说那个吧？神龙小神龙俱乐部，小神龙俱乐部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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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小神龙俱乐部？还不是起皮了吗？那是那个谁曾小贤的那个前女友叫什么来着 ？Lisa， 荣，是吧 ？Lisa 荣主持的。拜拜，晚安晚安，叫他们来给我玩的。你们不知道吗？那就是 Lisa 荣主持的。对啊，是的，是的。那时候他那时候小朋友，我觉得那时候小朋友很喜欢月亮姐姐。因为月亮姐长得漂亮，我喜欢月亮姐姐。但是我月亮姐姐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有一点长大了。你们知道月亮姐姐吗？月亮姐姐是主持的。想快点告诉你，我用你送的蜡笔画了幅画，它快传递给你。快点告诉你我的十二分天气，再远的路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心放在你那里。鞠萍姐姐给人的感觉是、像阿姨那种感觉，就是很温柔的那种，但是月亮姐姐是那种就是你的姐姐，因为漂亮所以你就像是你邻居家的一个姐姐。董浩叔叔也不错，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看脸吧。我说小朋友喜欢谁难道不是都看脸的吗？小朋友懂什么人的就是善恶啥的，他肯定只看美丑呀。再远的路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心放在你那里。金龟子，金龟子也不错，但是我对于我其实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这些就是这个节目他们总执着于让人扮成动物或者是植物，给他们穿上那种衣服，我小时候觉得可吓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金龟子一定要穿那个衣服，我会觉得它是那种东西变的，很害怕。我要吃蛋糕，但是我觉得好害怕呀。我胆儿小，我胆儿不小，但是就是会害怕这种就是非自然生物吧。就是你想想你见到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人是这样子的，你见到的虫子也不是人的形状的，你会觉得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不会觉得很害怕吗？
我小时候也有金龟子，有啊。为啥会害怕？知道是假的呀？不知道啊。那电视里面的东西哪知道呢？而且看古装剧，我小时候看古装剧，那些他们会那些叭叭叭叭那些东西，我都不觉得是假的，我都觉得只是因为我没有这种机遇修炼这些东西。看《聊斋》会害怕吗？不会怕呀。我知道他们两个牌了。嗯，因为我知道《聊斋》是那个，知道吧？我知道《聊斋》是那个。是故事，因为有一本书是《聊斋志异》，因为我家里有书就是《聊斋志异》。可是金龟子不说是假的呀，他们就说金龟子姐姐，金龟子来啦。我小时候怕那个叫什么，他这儿有个月亮的那个你知道吗？那个每天晚上看那个可害怕了，害怕都睡不着觉。包青天，对，包青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想快点告诉你，我用你送的蜡笔，画了幅画，它快传递给你。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破案的那个。这个柯南，对，柯南里边那个黑人儿，因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啊，他只是说他只给那个人一个长相就不行吗？他这样弄一个黑影子，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因为我小时候对于有一些梦那种东西很害怕，我会感觉他像烧焦人，所以我就很害怕。还有就是神厨小福贵，我从小就不爱看神厨小福贵，因为我觉得那个小福贵的声音搞得我想打他，他们所有人的声音搞得我想打他，那个太后也是，搞得我也特别不喜欢那个米奇，因为他米奇妙妙屋，那米奇就是这样说话的，我就觉得好讨厌，讨厌死了。米奇妙妙屋，但我喜欢看那个超级侦探，你没有看过吗？超级侦探认真办案，是个小女孩，然后她带着维尼，还有就是那个跳跳虎啥的。想快点告诉你，我用你送的蜡笔画了幅画，它快传递给你。一耳，我看朵拉，我没看过朵拉。火猫蓝兔，我不知道，我总感觉他们跟那个神厨小福贵的配音是一般人。足球小子，我看过。兔八哥我也喜欢，我超喜欢兔八哥。还有一个鸟，一个小黄鸟，脑袋特别大，你们记得吗？一个，它叫什么？我给忘了。铁臂阿童木没看过。叫翠西，不是啄木鸟，是翠西，崔迪，崔迪，就是那个，崔迪，嗯，是他吧？崔迪应该是。猪八戒我也没看过，因为我觉得猪八戒的主题曲太难听了，就是我小时候是有最审美的，天上掉下个猪八戒，我觉得主题曲太难听了，我就不愿意看这个电视。
我小时候想好多，也没有吧。国宝特工我也不看。我觉得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国漫，就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就是他们都很想做那种有点写实风的那种动画片，你们懂吗？就是跟以前的那种画风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但那段时间所有动画片我都不爱看，就包括国宝特工啊，就反正那段时间呢我都不喜欢看，我觉得还不如之前那种好看呢。对，早期 3D 吧应该是。不是，就是他们那种人儿，就是不是以前那种完全的是一个漫画的那种感觉了，他期待着做出那种 3D 的感觉，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误区，他们觉得小孩喜欢看那种吗？反正我这个小孩不喜欢看那种。3D 比 2D 省钱，为什么呀？我小时候看的挺多的，就是那个《成龙历险记》，你们有没有看过？《成龙历险记》我挺喜欢看的，他们寻找那个12个那个块，老爹。我喜欢布莱克警长，乌鸦坐飞机，对，乌鸦坐飞机。妖魔鬼怪快离开，妖魔鬼怪快离开。但是你就不知道谁是今天是坏的，明天是好的，就感觉很害怕。这种感觉就是他就可能不是他那种感觉，很害怕。我不喜欢这种感觉。Coming， 拜拜，玩去了啊，不要了啊。嗯，哎，你怎么又卸妆了？我说你好快，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一张皮直接贴上就行，怎么会这么离谱啊？刚看他就是一个没妆的状态，然后等一下在直播跟他连线了，就是一个完妆的状态，一转脸他又没妆了。我说哇，这个人怎么回事，好吓人啊。没播多久人不太舒服，所以我就拜拜，皮皮哦哦。